你相信我能解开您的手机吗？相信。你觉得呢？我相信了。看这里。哎，我这就是这没道理。先看着我。伸出食指，这个手，看着我。我操！我操！真的解开。看着我，你的名字是三个字对吗？你姓屈对吗？对。对吗？屈自然对吗？谢谢他。我叫啥？啊？我叫啥？我们再来一次。你的名字是四个字对吗？你是藏族了对吧？屈不责人是吗？我操！我是第一个字错。我操，不是，我操，是屈不责人吗？我操，太佩服！谢谢。张了吗？可以可以。